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 Boss Code Talk Show。今天先带大家去我们三藩市的华埠，跟大家呢就是可以见证一下我们湾区呢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士，就华人来的。特别是这个叫做美国关爱基金会，他们呢就是为华人和为这个三藩市里面的一些露宿者流浪汉呢，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公益的事。在就是这几年里面，就是这个疫情里面的时间呢，他们是不断不断就是日以继夜呢，都是送一些餐啊，送一些食物啊，就是去到这些流浪者的面前，跟着就派发，亦都有时候呢会派发一些现金给他们。今次呢就去到华埠呢，就送一些礼物啦，就是给我们的华人社区啊，给我们一些华人啦，咁样。咁所以呢我觉得今次挺有意义，咁他亦都联系到我们电视台，咁我们电视台呢就出动呢，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啦。咁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实况呢，就是见到是我们关爱基金会的很多的善心人士呢，都是一起来到去跟他们筹备啦，跟着又表演啦，咁亦都有很多很多的官员亦都出席啦，就是支持这一件事咁样。咁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呢号召力呢非常大，咁亦都有很多人排队啦，就是等緊攞他们的一些禮品啦，咁就非常别开生面嘅，有好多湾区一啲知名嘅歌星啊，咁样，咁亦都邀请到小弟我咧就上台，就系支持啦，讲几句咁样。咁所以呢一次咧，我就同大家就系亦都喺呢度拜个早年啦，拜个年啦，亦都唔早啦。今日咧就今呢一集咧，如果出嚟嘅话咧，可能已经系去到初十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喺电视机观众啲电视机前面嘅观众咧，就系、是。希望你哋各位都係身體健康啦，咁啊，亦都係希望財源廣進，咁就事事順利，事事順心，咁就代表華語電視咧，同大家咧就做呢個祝福。首先咧，要同各位觀眾朋友拜個年嚇，祝大家兔年行大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就恭喜發財，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身體健康。Hi, my name is Joyce Fong. I represent Love and Care Homeless Foundation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Happy New Year! Hi, 大家好 ，I'm Happy Stephanie. 恭喜发财 ，So happy to be here today. 咁好开心，今日有机会同电视机旁边嘅每一位观众咧，可以咁样拜年，祝大家兔年今年咧都身体健康，老少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够新年进步。祝华语电视一步青青的相，财源广进。多谢晒。Thank you， 多谢。今集呢就除了讲这些公益的事呢，我也都想提一提，就是这段时间呢，刚刚在我们的年三十和年初一就发生了两件事呢，非常非常动荡不安，令到我们。咁就我哋華人社區裏面發生嘅，咁我諗大家都知道係我想講咩啦。一個就係南加州嘅事件啦，南加州咁就十死好似十傷咁樣。咁就呢一個南加州嘅係可能為咗情殺，聽講嚇，咁就捉到揾到佢，咁但係佢就吞槍自殺啦。悲劇一宗非常大的一宗悲劇。第二宗咧就喺 Half Moon Bay 咁咧亦都係可能因為工作嘅原因啦，可能某一啲情形啦，咁樣就衝入去就殺咗七個人。咁所以喺呢兩單案裏面咧，都睇到華人咧或者亞裔咧有好多時候咧都會有都會有嘅，都會即係唔好講咩種族先至會有罪案，咩種族都會有，咩種族咧都會有好人。亦都有壞人，咁我哋無論做咩都好我堅持嘅就係大家做咩都好啦唔好去傷害另外一個人，傷害其他人。咁呢個咧就已經係好好，即係可以做得到非常好。因為喺呢幾年我哋都睇到啦，好難先至捱得過呢一個疫情，要同呢個疫情去搏鬥，去鬥爭，唔係無形嘅。我哋又要戴口罩啦，又要小心啦，又防備啦，又要。為了生活很多很多抑壓，其實每個人都不容易，在這個不容易裏面
大家仲要去面對更加多嘅罪案，更加多嘅呢啲係嘛啊人生裏邊嘅呢啲不安嘅話，其實真係好痛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唔好俾更加多嘅痛苦俾人哋，咁就已經係做咗一個最大嘅一個德啦，嚇積咗一個最大嘅德。咁有一件新聞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加州州長嚇這個我哋而家嘅靚仔州長嚇、Gavin Newsom。Gavin Newsom 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又高大威猛啦，又靚仔咁樣。咁啊有一個監犯咧，就係、是、嚟自呢個 Cambodia。这个柬埔寨柬埔寨的这个重犯呢他是被判了终身的，但是就坐了25年，现在可以释放了。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他20岁的时候呢，就亲手杀死了一个是17岁的年轻人。现在呢就是希望求这个豁免，就不要将他就是踢走 deportation， 即是踢翻佢翻去佢自己嘅國家咁樣。咁啊就係、是、希望就懇求呢個加州州長咧，就係、是、可以特赦就憐憫佢咁樣。而一般我哋睇到即係、就是、如果而家呢個民主黨啦、或者加州嘅州長啊，或者加州嘅一般嘅做法嚟講咧，都係會即係可能會俾一個特赦啊，可能即係會考慮。因為民主黨都是比較嚟講，即係重新俾機會，即係佢講法啦嚇，未必係完全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啊，佢講法就係話，都係希望俾人哋有一個重新嚇新生嘅機會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佢 deny 咗，佢就話完全唔能夠可以接受啦。咁啊，繼續即係做呢個 deportation， 就俾佢引導翻去佢自己嘅國家咁樣。咁會唔會係好冷酷無情呢？咁呢度留待俾大家即係去分析啦，去判斷。我判斷嘅咧就係而家呢個政黨嘅做法同民主黨嘅做法同埋共和黨嘅做法係咪即係我哋一般概念上面嚟到去睇嘅一個就係為自由啦、為窮人啦咁樣去睇。另外一個就是為有錢人啦，幫有錢人慳税啦，咁樣幫有錢人就可以強搶掠奪啦。會唔會係仲係一個咁樣嘅睇法呢？有好多面可以睇嘅，好多面可以觀。譬如我哋而家睇到民主黨咧，我哋見到哇，民主黨佢即係弱戰爭喎、今次佢上任咗之後，一路由頭到尾都未停過咯喎。而家開始仲要大力咁樣去支援烏克蘭啊，仲要烏克蘭你一日企喺度一日，我哋美國就幫你一日你放心。咁啊，俄羅斯真係攻勢好犀利，咁亦都已經打到佢已經體無完膚啦，咁樣會唔會再深一層嘅咁樣鬥爭落去嘅話，真係會引出咗呢個核武咧？咁樣，咁我哋就唔好去即係而家先去危言聳聽先，唔好去踢去諗去考究呢一樣嘢先，因為就算驚我哋都冇辦法可以避免到嘅呢件事，咁我哋只能夠咧多面睇，多面睇就係民主黨佢除咗做呢一樣嘢之外，民主黨而家佢話講嘅一個數字一個數據，佢話我哋而家已經將呢、這個unemployment 即係我哋嘅呢個失業率咧降低咗。但失業率是否真的降低了呢？失業率當然沒有降低了，失業率怎麼會降低了？失業率是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了。但是他比較在上一任特朗普在任的時候，他說宣布我們這個失業率已經是降低了，就不知道是從哪一度去拿出來的數據。如果他是說領失業金的人的數據是低了的話，那我相信因為他在兩次都好啦，我都睇得好清楚嘅。喺奧巴馬時期同埋喺而家呢個時期咧，都係將領取失業金嘅人
的人數咧降低了，咁而佢咧就係用咁樣啊嚟到去呼籲，即係話解釋 announcement， 就話俾大家聽啊，我哋已經係控制咗呢個失業嘅比率啦，咁樣，咁我哋已經控制咗呢個失業嘅呢、這個調整啊，令到佢呢個失業嘅人數咧就減少咗咁樣。咁如果係根據咁樣嘅睇法嚟講咧，即係個數字咧，佢中意點控制點控制啦。咁所以我哋啊。如果在幾方面嚟到睇嘅話，咁啊又睇翻下而家即係呢幾年嚇，即係早一任啊共和黨佢嘅睇法、佢嘅政策嘅話咧，就其實兩黨都有佢嘅好處，亦都有佢唔好處嘅嚇。咁所以如果話某一個人係偏向邊一個黨，係一定因為某一個黨佢嘅做法而支持佢嘅話咧，今時今日咧好難可以完全即係。因為一個黨佢嘅一套做法而到去，即係完全可以接受曬佢、認同曬佢咁樣，所以亦都有啲新嘅黨，有啲新嘅有啲人就係話：，而家兩個黨都冇辦法可以接受佢哋嘅即係一啲諗法啊咁樣。當然我呢個節目都唔想講太多關於政治嘅嘢嚇，但係呢個咧真係同我哋非常切身。特別是而家係開即係開個年嚇年頭咁樣，如果我唔去即係將呢一個話題引入去，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我哋喺美國在美嘅華人，即係以後將來係點樣生存落去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難即係繼續係可以尋求到一個生活嘅空間。如果有睇我節目喺呢幾年裏邊咧，即係真係用心睇嘅話咧，我諗多多少少咧，你會得益有少少嘢嘅，即係嚇學到少少啊咁樣或者大家一齊進步啊，或者大家互相嘅一齊提點啊，亦都有好多觀眾係會發啲信息俾我，就話俾我聽啊，你講呢句嘢有啲錯咗咯，你呢、這個呢段説話或者你呢個健康食品啊，有啲咩啊咁樣，佢會同我分享一下。咁所以呢個係集思廣益。如果我哋再落去喺呢、這個即係美國生活落去咧，往後嘅十年、二十年咧，非常之大嘅一個關鍵。一個關鍵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如果即係引述翻中華我哋嘅古文化嘅一個預測嚇、我哋而家唔好講所有嘅呢個宗教，我哋都撇開佢先。我哋講如果喺一個中華嘅文化裏邊，一個道家嘅理念咧，就天光天黑啊，日出日落。四季春夏秋冬是永遠都是循環嚟嘅，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一個循環，咁所以是必然的道路，即係話就算去到戰爭啊咁樣，都是一個必然的道路。如果兩個人佢去到大家有紛爭，跟住去嗌交，跟住入法庭，跟住然之後去爭取各方面自己的權益嘅話，呢、這個都是一個可能叫做必然的一個道路啊，喺某一啲人身上邊。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即係睇下係唔係嚇應該要避開佢啦嚇，係邊一啲地方係真係比較危險啲嘅，避開佢，將自己放喺一個比較好優勢啲嘅位置咁樣。咁如果喺美國嚟講咧，即係我哋一啲師傅就係解釋就話，美國就係叫做邊地邊緣地，即係喺呢度咧好容易發生一啲即係好邊緣化嘅嘢，即係你可能係好似行緊鋼線咁樣。在这里生活呢几十年我都觉得有这个感同身受，即是感觉在美国你好有时候真的往往危险就可能在你旁边擦身而过，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在其他国家可能即是他監守得比较严一点，他的法律比较严谨一点，但是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嘅一啲危險，但係往往啲危險係唔同嘅形式出現，即係你話如果翻香港就唔會有人攞支槍嚟到去打嚟打去嚇，係嘛殺嚟殺去，但係翻香港你過馬路一不留神嘅話，真係分分鐘就車下亡魂噶啦。咁所以即係唔同嘅形式係嘛，人生往往都有啲唔同嘅嘢會發生。喺呢一年裏邊有好多嘅即係危險啊出現啦。如果地母經或者我哋嘅黃極經世嚇、我哋睇即係根據佢哋嘅講法嘅話咧，地母經咧即係佢預言今年係第三年嘅呢個災難災劫，喺呢三年裏邊咧，如果經歷咗之後啦，
佢會轉型變成咗一個新嘅。但係地母經咧，佢冇講一個好嘅，啊，即係話今年咧，佢會有大量嘅人，即係會我都有一篇係關於地母經嘅，我寫嘅。如果有人有興趣睇我嘅微信嘅話，都會係睇到我嘅嗰啲分享咁樣。咁地母經裏邊咧就係講話哦呢個年裏邊，2023年我講緊嚇，2022到2023年裏邊。就是會有大量的人即好像病了咁樣嘅，唔知道是病毒的原因啦，定係話係咩其他的原因，唔知道。咁如果呢個原因是因為某啲可能啲人話有喪屍病毒咁樣，會唔會有啲新的病毒出嚟？而家唔好去考究呢一樣嘢啦。但是人為的災難咧就必然啦，嚇人為的災難必然。在呢幾年裏邊咧，無論是病毒又好，或者出現任何問題都好啦，人為的傷害令到我哋係身處喺一個啲災難裏邊咧，係完完全全就係大部分因為人為嘅問題。戰爭又好啊，無論是我哋即係疫苗的失誤啊，或者很多國家都有不同的疫苗噶嘛。咁我唔係講緊美國嚇，我而家講緊好多國家，特別是英國 AstraZeneca 佢嘅疫苗係好多問題存在咗。咁啊，有很多嘅呢啲問題令到啲人即係身處喺一個好危險，甚至嚇死亡啊嘅一個咁嘅情形。咁呢啲都係人為嘅嘢啊！如果計翻2022到2023年呢兩年間，如果係真正根據黃旗經濟嚟講，首先就係冇生意做啊！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地產方面，所有嘅嘢咧都會係下跌得好犀利。人與人之間嘅紛爭咧係好犀利，人與人之間即係喺官堂上面啊紛爭啊，無論係就算。真正以為自己得益的可能是做律師那個，他都可能會遇到很多的瓶頸，很多的問題。另外就是畜生，畜牧，即是如果在這個飼養畜生啊，養雞啊，養牛啊，養豬啊，養羊 啊都會遇到大問題，可能有很多的禽流感，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各種各樣不同的一些問題再出現了，樣有很多都是在人為化學的情形或者一些失誤，就大量可能將這些動物就推送去死了，樣所以整個社會、整個地球、整個環境、整個宇宙都可能會是突然間充滿怨氣，樣你怨氣的東西這一樣東西都是氣，都是一種能量，就影響到呢個地球裏邊，令到呢個地球入邊嘅生物佢哋會有一種即係反效果，一個負能量喺嗰度。如果好嘅我哋可能呢一年時間喺年中嘅時間就可以度過咗，某一啲地區、某一啲社會就可以度過咗。度過咗喺年中嘅時間，可能係做一個比較輕鬆啲嘅一個時間，去到冬天嘅時間。又是回來，因為它又是一個水木年，而在一個水木年裏面，我們在一個現在要希望得到的一個土大運裏面來講，它是一個 反效果來的。跟著明年就可以真正踏入了這個火運，九紫離火運。到踏入這個九紫離火運的時間，那個人的性情、人的生活、人的想法，很多東西都會是不同了。咁亦都會有好多人咧，會經歷到即係身邊有啲人朋友啊，或者唔知朋友嘅朋友啊、親戚啊，係離開咗噶啦唔會，往往唔一定係話真正個人死咗，可能係即係離開咗、行遠咗啦，可能分開啦，可能好多人為嘅因素、政策、政府嘅因素，令到好多人咧係會分開咗。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係、黃旗經濟裏邊佢帶出嚟嘅一個意象。
而我去推論佢咧，就係有一個比起其他人可能有少少唔同嘅一種推斷喺嗰度。咁啊，去到明年之後啦，即係去到呢、這個九紫離火雲之後，咁啊入咗一個新嘅一個景象。呢、這個新嘅景象咧，就係、是、我哋如果能夠 enjoy 到而家呢一種生活嘅喺呢幾年裏邊嘅話咧，呢啲人咧係得天獨厚嘅，呢啲人咧係好開心。啊、會有、身邊會有 family 啦，有自己的家人啦，有好好的生活啦，好平穩的一啲生活啦。Covid 佢都已經係當咗一種好普通嘅感冒。而家今時今日咧，大家都覺得只要你識得用正常嘅藥，你 Covid 嘅話，你識得喺適當嘅時間食好嘅嘢，你 Covid 根本你唔需要擔心佢。佢只不過係好一個好輕嘅感冒嚟嘅，感冒嘅病症。但係去到感冒病症過咗幾日之後啦。你要好小心咁樣處理你嘅頭痛啊、頭暈啊、身體缺氧啊呢一啲問題咁樣，要識得去滋補翻佢啊咁樣。咁所以如果識呢一方面嘅人，譬如中醫啊，或者印度阿育吠陀啊，啊呢一啲人咧，佢用自然療法嘅話，佢嘅身體就會比起相對食西藥啊或者普通嘅唔去處理身體嘅或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咧，會係優勝好多。而他的生活呢也都是可以即是很順著自然 很舒服很開朗這樣。如果這個生活是你希望可以達到可以得到的話，那就從現在這個時候可能就是一步一步逐步這樣去做好它。那這幾年可能就真的叫做我們上天的一個指引，就告訴你現在是這樣了，你應該看著眼前後面的幾十年應該要怎樣過，你應該要習慣換轉你的身份。所以不要企圖再是想著回想回我們幾年前18年19年的那個時間、可以大家聚集玩，現在其實你看到個個都去聚集去玩去吃飯一樣有，但是有沒有覺得往往都是在心裡面有一點好像放不得開，不像以前啊，會唔會翻到去？我又聽日我又中招呢？啊，會唔會我而家翻到去突然間有啲咩唔舒服呢？哎呀，我又聽到呢個人又唔得咯喎，嗰個人又中咗風喎，呢個朋友又好似出咗啲問題喎，咁樣到底係點樣呢？咁心裏邊總係有啲芥蒂，總係有啲放唔開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都不如唔好嘗試。再天真幻想要翻翻去以前的那種生活，改變了它，咁就一路去往一個新的方向去發展啦。咁所以今天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咁就再次恭祝大家呢個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多謝。